几根。好，这个号码比号码减一，要乘以几？要比号码减一。每一次都是四，乘几次呢？乘比号码减一次，对不对？每一次要加四，乘几个四呢？基本图是一二三四五，圈起来，基本数目一定要，对不对？写试着写在黑板，基本数目像老师昨天写的，基本数目一定要写好哦。然后再加增加的，增加几个四呢？几个四？几个？几个？比符号减一，看到二没有？符号是不是三？三减一就是二，所以两个四。那图八呢？有几个四？来，在黑板写答案。你可以分别写，也可以一个式子全部写出来。八减一等于七。五加上一乘以四。好，谢谢，可以。老师等一下给你一张 good job。好，来，全班一起把他的题目做完。这一个地方最好不要七乘以四，请问要怎么算更好？有没有谁知道？七乘以四的算法在数学上不太对，有没有人知道？七乘以括号吧，括号，括号。不是，有没有人知道？答案是不是在算几根？好，七，请问七是根吗？五加四，七是符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也选的都对，答案也会对哈。来，再看一下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好，我语第一个步骤是符号要减一，符号老师考你八，八减一等于七。第二个呢，每一次增加四根，增加了几根，要把四写在前面。每一次增加四根，有七次，增加了七次。前面他没有忘记写一个基本，他有基本图形有五根，对，加上去之后，来告诉老师心算答案是多少？四乘十八，十八加五。对，多少？三十三。三十三，请问不懂的人举手。不懂的人举手，这又是必考题了。不会三也吧？对，先把符号减一，但是这是这一题的算法，就是这一题，不是每一题，因为从这里看到是减一，你看嘛，图二是不是一个四，加了四，对不对？加一个四，图三呢两个四，你看加这两个就两个四，图三要加两个四，其实老师写错哈，两个四应该是。图二要加四要乘以一，图三要加四要乘以二，那图四呢要加上四要乘以三，图五要加上四要乘以四，图十要加上四要乘以九，对，你有正确答案，听见了，图十要加上四乘以九。好，在这一题是符号减一，不是每一题都这样，是因为这一题我从这个三个图找出的规律性，我们还会看到不一样的规律性出现。好，来，这个现在就让你看一下这边的答案。计算在你的课本上。他考你图五，因为你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个画出来，所以我不要你画，我要考你图十二。现在在你的书本空白的地方自己先练习算，先找出规律性，每一次加多少？按照文宇刚才的写法是，每一次加多少你要看得出来。这里是三根了，对不对？在第一次加一根，这边两根，然后这边加三根，然后会发现都一样，这边也加三，这边也再加三。但是跟符号的关系呢，好，这边加的是三根，老师你要要求的是十二，没有，来十二 ，number 12，老师要图十二啊，图十二几根啊？总共需要几根？好，这一个第二个是三乘以二，第四图
三，我要第十二幅。好，来先坐，先在你的课本上写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没有，不是每个人都是妈妈。每一个竹都增加三根，没有错啊。老师，我你看这个竹增加三个，这个竹又增加这样一、二、三嘛。这个竹再增加变外围的一、二、三嘛。每一个竹都增加三，增加几次呢？增加的次数是五号减一嘛。你看乘以三，乘以二，五号减一，跟刚才的规律性是一样的。好，来均量到黑板上算，把这个全部对吧？好，来算第十二，算第十二。好，他会写，请他写来。等一下，我再重来写。好，开始。开始啊！要用大一点。看一下，如果是你干嘛？大家写对就好了。干嘛写？不，还有写很小。这就结束了吗？图十二总共有几根，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啊，回去错了。来，那个呈现上去写。上去，你不会，你刚才听课听到现在。啊。总共几根？不是增加几根，总共几根？错了。哇。对，答案是一样的，只要公式对。第十二图总共几根？乘以下一个这样子哦。好，回去，对不对？以答案来讲是错的。来，乘以三百先去看。不会就回来做了，不要教他了。老师，怎么没睡觉？我整理了。来，不要讲答案，错了就回来做嘛。第十二图，三根加上三根，哎呀，好好听哦。乘以。所以来计算一下。